嗨，我现在来到一间叫做 Beauty 的一间卖雪糕，它写雪条，然后它这个雪糕评分也蛮高的，而且我每次经过都很好奇。好，我们哦，原来是在很多地方都有卖，士林夜市也有啊。哦，这是它的口味，有这一些。这边打卡有送东西，打一个送一个，可以买一支冰棒送三支冰棒。基本上一进门就是看到他们一直在包装这个冰淇淋，线上订购的人一定超多的。我承认我是被这个冰棒外面的水果所迷惑了，所以好奇进来看看，口味真的超多种，而且每一只都长得超漂亮。这边可以稍微看一下还有哪一些口味。然后我们秀太太现在她挑了2盒，一盒要送给朋友，寄到朋友家。这边是她店里面可以喝咖啡、喝茶的一个环境。都口味，有什么不口味的？然后吃草莓啦，我们现在吃吃看吧。什么口味都买了一个。对。哦。它有很多口味啦，还有很多没有选到。超多口味。雪糕的这次活动，我们最近在做 YT 的探店，所以想说啊，过来聊聊看这样子。现在就是我们就小小做了一个超划算的。老板讲话真的还蛮幽默的。说实在的，我是本身老淡水，他那些标榜的其实都不是真的淡水。古早味蛋糕不是淡水名产一样，但是没有办法，它需要噱头，需要话题性。所以古早味蛋糕为什么？因为韩国人把它带回去。所以慕名而来，所以那个地方变地标，所以变淡水名产。因为我本身就在淡水，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观光局那个台湾旅游杂志，台湾志，台湾志，台湾志的台湾旅游杂志，台湾志，我们被选选2年都是台湾 top 30之一，30之一就是冰棒唯一代表。对，那他有说我是淡水名产。多好就是因为我生在这个地方嘛，所以他也这样讲。那你说是不是？其实我没有淡水鱼丸的那么淡水平常。你看我们是房子在那边，是不是平时就这样？好，谢谢。那这个冰呢，有看看就知道了。哇，开始面，啊，开始面，对，哇，这真的是每次看到这个都，你要把它拉成横的，你注意看，后边另外一边这样子，对，这样子比较像你们。哦，对对对，像对对对对，然后你翻背面，哦，翻过来，背面像我，为什么？只有内容没有外观，这样懂意思吗？厉害厉害，冰不是拿来，冰是当然要拿来看，但是吃其实很重要。吃吃看，我先咬一口，你吃吃看。另外一面给大家看一下，对，里面有这个是果干吗？还是新鲜的？这个草莓是新鲜水果这件事情，举个例，你去买菜市场去买草莓，拿回家冷冻，再拿出来能切吗？不可能，会软掉，会含水，会完全比豆腐还难切。它没办法这样子，它必须用新鲜水果。这个一年四季这一支卖最好。大家都喜欢吃草莓，很好，哦，这超好吃的。你可以问我说，夏天水果草莓哪里来的？对啊，对啊，冬天做库存吗？只有夏天有。现在的草莓这么大，很好看，对不对？其实说实在，如果你单挑它来吃，其实没有台湾的大武草莓好吃，都是进口。进口高级，对，当然高级，但是不好吃。我说跟台湾的大武草莓比在一起，就会有区分了，你懂吗？但我去到美国，当然只是美国猪好吃而已啊，你这样子。但是你有台湾黑猪肉在比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这是差别在这边，所以是用进口草莓。这个香气很足，然后是很天然的，它没有就是不是化学的味道。我就知道它不是草莓调味乳、草莓牛奶那种奇怪的东西，对对对，而且它不是色素，所以为什么做果泥就是这么来的颜色？它其实可以让它红一点。不需要，我觉得现在很天然的东西比较好。芋头打成泥本来就是白，但是大家喜欢芋头是紫色的，因为你白的卖不了钱。那你要什么？要钱，可是要理想，坚持理想，让芋头做成白的，那可能草莓是属于水量必须加最多的，因为它没有水会变成柠檬原汁。你刚吃的这一只草莓欧蕾是一滴水都没有，没有比较了不起的，只是说草莓本身就有汁，再加上纽西兰森林，
台手上想要拍一下，对不起，你一出门我就开始拍，对，因为它是水比超级高，因为水加一个搅一搅下去进机器直接出来，而且它的凝结度大概就是那样的温度，零负下1-2度就让这个霜结成霜这样子出来。这个啊，我们已经离开冰箱有点时间了，因为我刚刚还有在柜台跟老板结账啊，做一些处理，然后再过来这边又跟老板聊了一下子。可是你看哦，它都没有融化，那没有融化，它不是化学哦，因为啊，老板说这个没有加水，对不对？这边是没有加水的，这冰没有加水，然后所以它并不会很快的就融化，它是完全是果泥。那这一次呢，老板刚刚介绍我们吃就是柠檬草莓，然后柠檬草莓它的水含量就比较多，那我们来吃吃看，我们先吃一口。它不会让你觉得像是吃冰棒。对，其实你们的冰棒很好吃，超好吃的。你可以帮我看就是吗？所以我可以其实可以加柠檬香精的，超级无敌香。对，但是吃完就很想不会，其实你们还是有那个水果的香气在。台湾的柠檬就很有名啊。而且这个是很香的，这个柠檬很香。所以为什么自己说白色配红色很漂亮？你们的水果还有再去调味过吗？调甜度，稍微的不用调味，要调甜度。因为每一个季节每个礼拜的水果会不一样，懂吗？那我如何让我总不能跟着股票这样子跳吧？我就要控制每一次做完草莓，这一次的甜度必须控制在我要的甜度，所以糖分的添加是必须的。这个也不容易，因为每一季的这个环境气候都不一样，对，颜色也会不同，所以你还是要做调整，但是颜色是没办法改变的啦。颜色这个，因为我的比例跟你的深度的比例是一样的，它就是有时候白一点，有时候红一点，对，差别在这边。那再甜度是可以把它调成固定的，所以用的糖很重要，这个糖是会长蚂蚁，所有的糖就是人家有所谓的化学糖跟比较正常的糖，有一些化学糖的饮料店类似像饮料店常在用的那种糖精滴在那很正常嘛，滴在地上的蚂蚁不会绕路过，有一种是还没滴下去，一打开盖子上面都是蚂蚁的那种。对，所以糖是很重要。对，所以我们用的是台糖的纯蔗跟麦芽糖。他吃完 Google 在说贵哦，真的就是。对啊，就跟便当比嘛，对，就不要买包就好啦，超便宜的。那如果你买个包，你说几个便当？你吃的把它跟便当比没有错，现在便当随便也100，但是我可能比便当便宜吧。现在平均一个都在应该是说你做每一个东西，它有它的定位在，它有它的定位在啦。说实在，如果它真正符合实际价钱，它应该卖100。其实我觉得卖的价钱还是，但是卖100多少人能接受？我得要存活嘛。对，所以我们得要是从100。这个问题啊，就是在淡水的饮食业，大家都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你淡水老街看不到我。所以你在淡水的一般地方也看不到我嘛，没有要在淡水开店，就是说这只是因为我店面在这里，没有要在这个，因为这个东西适合什么？我认为它适合观光，它比较像观光商品。所以我们在101-89楼的观景台，你不会在一般市集看到我们，一般市集看到我，除非我去摆摊。这个是很适合宣传台湾水果的，去音乐季、去文化什么的，杂七杂八去这些的地方去摆摊，除了是这样去推广。那再就是直播放景点，小人国、木栅动物园、立宝乐园，都是一些知名景点。就像这些，然后下去买伴手礼的地方，就我们家的冰在那边冰品是卖第一名，80。游览车再去都是爸爸妈妈到我们家，对不对？这边跟其他地方的价钱是一样的。当然会，那个地方会有他们的店租，而且会有他们有抽趴，有其他的。这里是我自己制造的生产，但是这个价钱就我做的在我店面应该就是最便宜的啦。那其他地方可能会多个5块，或者是也蛮合理的。对，会有其他，因为他们会有不一样啊。对，他们会有抽成，他们会有其他考量。不过这一支在大五酒庄，我刚刚讲的都是在老人家去上厕所的，而且还是第一名。那请问买的是老人还是小孩？都是大人，对，所以呢，我的东西在Momo卖很好，Momo会比虾皮好，所以平常你上虾皮不会买吃的，应该是买一些3C产品，对，啊，Momo谁在逛？我妈、妈妈、消费力买给小孩的，所以也有铺这个这么大的通路，就是，当然对，这个因为也是Momo走上我们的，所以平台上面就是说什么样这个东西产品适合放在哪里。你说在一般夜市，什么花园夜市看不到这个？没有啊，花园夜市就是铜板美食。虽然我也是铜板，但我肯定要2个铜板才能早一点点。你这样懂意思吗？所以它不适合我推广的地方。不是说我没有要去摆那些地方，因为它的单价本来就高，你
不能在路边上看到 LV 吧，那个不是正牌了嘛，对吧？所以它必须要放在玻璃橱窗里面，必须把玻璃服装放在百货公司里面，它才有那个等级。你不能在路边卖，就算你卖正的，一样可能没。好，你懂吗？它就是要这种程度。对，所以在杰森超市看得到我们，那可能在美联社全联看不到我们的东西。对，那换个话是换个方式讲，哈根达斯是走到哪都有。对，连便利商店都有，全年超市都有。没有，他做全世界生意，他就是量多，连吃到火餐厅都有嘛。他就是大量铺货，他已经不管了，反正只要有地方可以卖，他通通要有，对吧？那他没差，因为他做全世界的，而且他就是大量制造，所以他是不用选。那我们没有办法像他那么大，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慎选。好，自己的产品定位定在哪里？那你们要做的，你们要定位吃的，还是定位山西，还是定位用品，还是观光景点，会有定位嘛？对不对？就算现在候选人在选举，还是要在地美食，还是要绕一圈嘛？对不对？民以食为天嘛？对，对，这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想做天然的水果跟比较纯的水果，只是一个想法。没有说做这个比较崇高的怎么样？想哇，做的好有精神哦，还有职人精神怎么样？要坚持下去，这要先坚下去，坚持好不好？所以呢，一般客人呢，我们拿美丽果请客人很正常吧？水果含量3%5%，那很正常，那本来就是好喝就好了嘛。那有时候今天买回家，领着薪水买回家喝，应该喝个柳橙原汁吧？有错吗？有比较崇高吗？没有，方式不一样，跟理由不同。所以呢，吃我的冰，我都跟妈妈、跟那个婆妈讲说，偶尔健康一下。偶尔健康一下啊？为什么偶尔？你可以天天健康啊，那你就要花点代价、对吧？偶尔，因为我们总是会吃个麦当劳吧，总是个吃个薯条嘛。现在麦当劳当然了，汉堡里面有蔬菜有肉啊，那个肉食都很好了，还讲究那个蛋从哪里来。那你总是会配可乐吧？总是会配薯条吧？那很正常嘛。所以吃可喝可乐配炸鸡很正常。你不要管我健不健康，好吃就好了。所以你不要跟我讲有一杯很100%纯天然的珍珠奶茶，那可能不好喝吧。那不是它的卖点，那不是它的卖点。对，啊，因为我用了大量的水果，水果本来就是好，就是很好的东西。所以如果水果下这么重，应该不用添加了。真的，既然要下这么重还添加，那我干脆全添加就好了。其实台湾的水果它甜度就已经超高了，对，已经很好了，而且颜色又漂亮了。所以我是不是如果我要做这么高就不用添加，做的半高不低，然后再添加，那怎么去区分这个比例？对吧？对，就是这样。对，所以会是坚持在这个地方。像我们有一些朋友啊，他们也会是这种很健康取向。我就真的看过我的朋友，他好像买一支100多块的这种水果冰棒，然后说超好吃的。这我回去我就会推他来买这个，他也就是也住在淡水。应该可以试试看，因为现在做这个人也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对啊，越来越多。其实想说一开始做的时候其实没几家，那大家会仿效啦，会学啦，所以才会有周杰伦跟蔡依林在前面，然后后面跟了很多人在一直不断学。那怕就怕他们不动，他们家越有动，后面越有人的，因为有东西题材可以学。你看，总要人走在前面。那我不见得说我走在前面。你知道吗？跟日历，其实大金如果说他第二，谁才说是他第一？你知道吗？总是还有日历，还有和田，还有其他的嘛。你知道吗？前面总是要有一个在前面不断的创新。我没有要你跟我做一样的蠢，但是如果你要跟我贴的一模一样，还没什么太大问题。但一天要贴个几千只，你有办法吗？你有没有这样的人？那么多老板贴，那老板不用做其他事。所以我说，心心相印那一个那一只是很重要的。你让那两片草莓靠在一起，就像回家吃妈妈炒饭一样。对，那个就是 你在外面买的炒饭就那样嘛，吃到不到底下面一层油嘛。吃妈妈的炒饭虽然可能也有一层油，因为随着年纪大，但吃起来就是有爱心，不是吗？有妈妈的那种妈妈炒饭最好吃。反正就别的没得比，自己说的好吃就好吃。所以刚刚那只草莓雪糕是你们指标性产品。指标性产品就心心相印，所以贴这两片不是两片草莓在上面就行了，没这回事，要两片要靠在一起，要靠在肚好。对，这是人工嘛。对。哇，这我刚刚吃到真的是有惊艳到，有没有草莓？对，这是水比较最高的，就是获利超好，因为水加的多嘛。我现在没有说台店卖15块有什么问题啊？点面几点你捏嘛，所以他卖15块，你说他要加什么纯天然水果什么的，它不是它的取向，它就是便宜清凉，你忘了吃融化掉都没差，也不会痛嘛。那一次买一大把好爽，就是这样，有没有？大采购就这样很爽，对，所以他们是卖那样的冰，没有好不好，吃爽而已。它其实就是这样的风味冰块。风味冰块的东西不同的，对啊，因为水
冰品就像你在吃刨冰，刨冰有没有冰块，然后削成这样，吃一次头会痛，因为你是吃相当多的冰晶进去，所以头会痛。吃我这个，你再吃快点，其实不至于，真的没有，因为水比少，水比少，不是说水果本身的水分少，是水比低。柠檬可能还会，因为它融在你嘴里的速度快，很快就会温度就上去。对，那果泥的东西，因为融嘴巴慢，吞下去也慢，所以它在变化温度的时候，头脑会比较慢吸收到这件事情，所以它就不会冷那么快。对，而且双起你会来不及啊，都一直吃一直吃，所以很快在这个活动。对，那个如果假设要拍我们，人会来不及拍，它马上就融掉了。对，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形，所以拍冰棒其实不容易拍啦。说实在的，拍冰品来讲，对，到现在它还没有融化的迹象哦。对啊，哇，对，真的从头吃到尾它都没有融。对啊。只是速度比较快，当然室内有冷气有关系。你说拿到户外晒太阳，当然会冷。冰品没有不融化的，对，所以在宅配物流上面，我们的冰就会比别人卖得更久，因为除了你的保利桶，除了你刚刚我看到的外盒我们还是用瓦楞纸，然后再加上一层保鲜膜，对，至少可以把它闷在里面。那保利桶的选择也重要，所以在保利桶我们的建议至少6到8只装满。如果一个保利桶里面只装一只，它的保冷度只靠的那一只一定不够。如果你把它塞满，最好的保冷剂是什么？冰棒啊。它自己本身，它绝对比保冷剂还好。对，保冷剂里面一定是稠状，也是液体，液体就像水一样融化的快，只有稠状的东西才会冷，所以要打成果泥啊。啊，柠檬不是果泥啊，网友有时候会酸一下，柠檬不是果泥，没有，这就是一个夏天必备的东西，别闹了吧。对吧？那我有一只叫芭乐，打出来不叫果渣吗？对不对？它不是泥，它是渣，好吧？不是，它是料，可以吗？百香果也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打出来是水啊，取下来的肉是水嘛，对不对？那你没办法，你那果泥是个统称啦，对啦，统称啦，就是大部分水果是这样，就是水果制作的一个冰品这样子。对，那你说我做冰的没有巧克力吗？不行，它跟果泥没关系嘛。那这支巧克力也厉害，你回去看它的成分这样，有西兰生乳跟很好的巧克力口，再加上甜度去调整，就这样。对，它是你唯一一支没有水果的冰棒。对，然后而且还比较天然，你要回去看看我们喜欢吃的七七乳酱，后面满满的是写什么，知道吗？全部，而且要小到不能再小，小不是不让你看，是因为太多了写不进去。前面两个看，然后后面全部看不懂。全部就是这些，它必须要写这是一个食品法，必须要。所以啊，我的东西很简单，因为我不想写那么多，所以不想写那么多，就是根本就没加那么多。我不能让喜欢吃巧克力的人单纯一点吗？那这样的成本就很重。对，没事别买我的巧克力，因为它成本很高，加越少的越贵。对，这种东西就是这样，你要让它变成巧克力，要黑一点，要深一点，味道要重一点，很多天可以添加的，合法添加的，这本来就是合法添加，本来一吃都不好嘛。你天天吃西瓜，你让你吃，连续吃一个月，虽然吃水果好，没错，你不可能吧？对不对？一定会肠胃不舒适，一样道理，什么都可以添加，只能合法添加，食用色素啊，或者食用香料都可以添加。所以某些知名的茶茶饮店，冷的时候还没喝就闻到香味，不可能。冷冻会降低味蕾。热的茶一杯在这里，稳稳的就会永远就闻到香味，因为它在冒烟，它有蒸汽闻得到。冷的它不会冒烟，它就一点点。冷却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让你很直接可以闻得到，你知道吗？所以当你那杯茶又封盖吸管插下去，都还闻得到味道，那你别问我们是什么嘛。清凉夏天手摇饮，好喝就好了，别管那么多，没差，好不好？不是一天三杯，好吧？如果你一天三杯，有可能像张惠妹一样。稍微糖放摄取就高，哎，对，你看，因为手摇饮本来糖度就高了，所以你如果说选择要天然一点、健康一点，柠檬来讲，它必须本来要加很多糖，本来就酸了嘛。你喝柠檬汁就知道，你糖要比平常多压好几下，因为水跟酸，你必须要很多的糖盖掉这里，没有办法入口啦。对，那就对，就差别在这里，还是要把它调成比较大家能接受的口味。对。所以市场改变了，你要去改变市场。好，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好，甜，甜到拿来卖冰，它不值钱，对吧？它甜度是一个很高的东西，对。它拿来卖冰，我不知道它凤梨冰能干嘛，所以我把它打成料，加在火龙果泥里面，所以甜度是不是提升？我要加的糖是不是变少了？
它、啊、那个星星是什么？苹果啊，就模具才行啊，对，模具。哇，超搞纲的这样子，哇，怎么玩啊？要接下来了。好，老板，谢谢啊，谢谢啊。我应该来地址来，谢谢。好，我们现在来开箱一下今天的买的组合，对呀，一个惊喜。好，他有用贴纸啊，把这个保利龙箱封起来。那我们就要先把贴纸撕开。哇，哇，吃的！我们看一下哦。哇，一个一个来介绍这是什么口味呢？哇，给小平拍，给小平。哦，包包上面有写哦。这个的话是杨枝甘露。然后西瓜，我想要。对，这是西瓜。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西瓜奇异果。然后呢，这个是。有三色的，是草莓口味吗？嗯，这个应该是西瓜、芒果、奇异果。我看一下，对，这个是他们的招牌欣欣向荣，老板最引以为傲的这个草莓雪糕。好，然后这里有一只哦，奥利奥，这里我要这个，这个整个奥利奥，我要这个奥利奥，它上面有一片奥利奥饼干。然后这个是火龙果，然后有星星的芭乐，然后这个呢，这是柠檬。星星芭乐，没有，等一下，先不要吃它。然后呢？星星芭乐，他只要打卡还是评论，然后就可以送一只小只的。他如果三个地方的 ，FBIG 啊 ，FBIG 跟 Google 评论，那老板送我们三只小只的。对。好，那我们先把我们挑两只来吃好不好？因为现在很晚了，我们不可以吃太多。你们想要吃哪两只呢？我想吃这只。你想吃巧克力的？我想吃巧克力口味的。这只三色的。好，那我们先把其他的先收起来。三色冰淇淋啊！那你先拿着。我听过有人说。就直接拿去冰起来了。好啊。当你知道。好啦，我拿去冰起来。来，今天开两只来吃就好了，好不好？再不见了。可以可以，刚刚他这个有没有什么吃的？好，那我们来开这个。这一只是什么？这只是三色的。哦，三色的。对，应该是这个。哦，这个果泥含量80%。西瓜。奇异果。哎、欸，不是，哎、欸欸，哦，对，芒果、西瓜、奇异果。我的是这个。哦。我的是这个。老板他非常的自豪的说，他这个什么好事多的那个什么果汁，什么第一家是用第一个，有一间果汁是第一个用含量的，然后他是第一个冰棒有写自己果泥含量的一个冰棒这样子，他很自豪，所以我一定要帮他讲一下。对不起，就用两个。嗯，好吃吗？试试看。嗯。没关系啊，就不会那个啊，你拿出来，拿出来吃就好了。你看，哇，这奇异果超漂亮，中间一个奇异果的东西，而且是真的是巧克力的，一起好啊。很有那个水果味道哦，完全就是果皮很重很重的这样子，没有加任何一滴水。哎，这个有加水吗？这不有的有的没有啊，那因为他要去做一下调配，就是。每一种水果它每一个季节啊都会味道会稍微有点不同，那它为了要确保它的品质啊，所以就是有时候会稍微做一点点调味，那用的都是很好的糖，或者是有时候加一些水。有水的那天我们吃那个柠檬的香奈儿，有水的都不错。它是果泥含量24%，所以它都是水的。其他几乎都是哇80%、70%，然后比较。多含水量的是那个百香果的，百香果40%的果泥而已，其他都是80%、60%、70%-80%的。嗯，对。它的这个巧克力的口感啊，嗯，我原本看到这个我最不想点，我试试看，我试试看。你这么厉害，他非常的自豪。我问你。它的可可脂应该是含量很高的，真的。完全是巧克力的感觉。如果你很喜欢吃巧克力的话，很纯粹巧克力，它就是一个巧克力冰，可不是巧克力冰棒哦。很像巧克力，然后把它拿去冰箱。对，可是很好吃。对。嗯。我想吃这个。
想看一下。它的味道也是算是，我要吃一口，很平衡的，不会说哎可可脂含量太高，然后很苦，然后也不会很甜。我问你，我知道心脏，我们家的小朋友真的要疯掉了，特别忙的。以后我们应该会很常去买吧。我最喜欢巧克力口味。那这芒果味道好吃。这个调味比什么很大品牌的那些度什么的，然后名什么的，那个都好吃太多了。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冰棒。好了，我们来吃哦。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哦，拜拜。拜拜。